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林子平。从早上醒来就一直在上课啊，试衣服啊，化妆，就想要记录一下感受，然后大家分享一下，做一个录节目的一个 vlog。其实好像是我第一次录节目，然后拍 vlog， 我们就期待一下，再见，拍金。Of a reach from me, but you're here in my heart. So who can stop me if I decide it's on my destiny? What if we rewrite the stars? Say you were made to be mine. Nothing could keep us apart. You'd be the one I was meant to find. We are the one.谁也不能让你我分开。我觉得真的好好看。今天的这个剧目《马戏之王》里面的一首歌叫做英文叫啥？英文叫Rewrite the Star。我们已经把它改成中文词。你们觉得我今天怎么样？感觉还蛮不错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预录哎比之前好，但是还有些一点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些，因为音乐剧的话在镜头里面可能我们就要放卡。我刚刚预录的时候没有看这出戏，不知道镜头的角度是怎么样，然后我现在回来看了之后，正式录制那天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。做一下心理建设。转出去之后，天哪！太冷了。是为什么？我不会带着。不放心，我也会早一点穿。我就要穿的话，得早一点。改变星空的心态，打动自在。先弹琴，然后就接下面了。小红书。